都是听到一些比较传统、比较道地的原住民歌谣嘛，我想要做一个试试看，就是 我自己写歌嘛。那时候我用那个阿美族语写电音，对，因为写流行的电音谣谣，有没有发现是用族语写电音，好像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嘛。然后所以写电音就觉得还好。不是对我来讲不是很大的突破，那我喜欢电音，我还想要跳街舞。我试试看好不好？因为我实在搞不懂哎，其实现在台湾也蛮特别的，就是大家拼了命在哈日哈韩，为什么不会要哈一下原住民呢？那我们来试试看好吗？那我是做这种尝试呢。我不晓得会不会吓到各位当打击的，那你就当作看一个韩国艺人来跟台湾发展吧。好，再来这首歌，嘎巴，年轻人，欢迎我们的老师，阿德老师，巧克力老师，林夕老师，阿卡老师。来点掌声加尖叫好吗？Thank you.